酷润果皮工作室的管友，各位推友管友，大家好，我是潘入。今天是2019年12月2日，我们三位分别在美国纽约、泰国曼谷和荷兰乌德勒支，为大家联手奉献上本期的连线专辑《三国演义》第三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两个，第一个是目前在大陆爆发的鼠疫。鼠疫的疫情究竟有多么严重？还有共产党这种体制下对鼠疫的处理有何特殊之处？我们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将聊一聊，上周被泰国和大陆公安抓捕，被大陆国保跨国抓捕的制台难民邢燕先生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一看中共对国外的一些影响力。我们请同在泰国的制台难民李兰威先生为大家来解释这段内容。好，我们先开始第一段内容。我先把规矩说一下。我们在聊鼠疫话题的时候呢，两位嘉宾，两位都是我的嘉宾，那每位朋友是聊5分钟聊一聊鼠疫的一些背景情况，以及本次在大陆发生鼠疫的一些诱因，以及得处理的一些情况，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两位每人5分钟然后我总结进入下一环。那么，请哪位朋友先开始？我们请，人在纽约的徐思远先生先开始聊鼠疫吧，谢谢。这个鼠疫的这个专题呢，我做过一期了，但是做过一期呢，讲的呢还是比较简单。为什么突然又想起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事情呢？因为是前天晚上吧，前天晚上我和那个北京的一个大姐，然后通了话。通话呢，了解了一些北京的情况，那个情况呢，简直对我来讲，这是叫耸人听闻。因为我在北京经历过 SARS 的那一段时间，我知道那段时间对于北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城市就是时间就停止了。那是很疯狂的，那个商场都封锁，然后大街上的那个不是就是那种车站的，电梯的扶手也没人敢扶了，都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墙壁也没人敢摸了。就是突然之间就到那样的状况，但是那个状况发生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就是说共产党一直在掩盖消息，一直在封锁消息。但是我这个大姐呢，她是中国最牛的一家医学出版社的原来的主编，具体哪个出版社我不能提啊。她呢参加过非常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公共医疗的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调查，然后他对这个行业内是比较熟悉的。他跟我讲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跟 SARS 一开始出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官方在封锁消息，然后病毒病菌呢又有6、7天的潜伏期，然后由于长期的这个医疗队伍呢没有接触过这种鼠疫的情况，所以导致他们就是不再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不断的误诊，误诊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发现那两家人呢，那一家人呢，就是在内蒙那个地方诊断完了以后呢，又到北京，然后北京的又换了好几个医院，所以这就导致这个传播的渠道呢就扩散开了，然后扩散开了以后呢，就现在就开始封锁消息，这个是共党一贯的，就是极其邪恶的这种手法。我昨晚检索一些消息呢，但这是北京的这个知情人告诉我的情况。但我昨晚检索消息的时候发现呢，说是好像吉林已经发生一例，然后内蒙还有，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不那么乐观。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个简单的情况，然后交给你南非吧。好的，那李先生也聊一聊您了解的目前大陆发生鼠疫的一些情况，谢谢。我其实我对大陆发现这鼠疫的这个情况吧，不是特别就是关注，因为我觉得好像挺正常的，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儿，因为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话都会发生这个疫情，就是经常讲叫什么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什么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当然，就是从前面那个非洲猪瘟看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发生这些事儿吧，它没有什么意外性，那就是很正常。包括共产党的处理方法跟历朝历代的处理方法也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我记得好像有清朝的时候那个记录的，清朝都出现这个疫情的各种瘟疫啊等等之类，他们的处理方法跟共产党其实没太大区别，很接近的。而且这次爆发好像听说是这个生吃这个黄鼠啊，草原黄鼠的这个肉，然后引发的。这个也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东西它会生吃？然后，当然这是一种传言了，仅仅是这种传言。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在中国，可能它自古所谓自古以来吧，它都会这样处理这些问题。而且这些，也并虽然能形成恐慌，好像也其实撼及不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稳定性。它需要很多根稻草都压下压下。才会出现情况，而不是这个。你像非洲猪瘟，我觉得其实非常顶尖级严重的一件事件了，但是在中国好像也没多严重感觉，是吧？而这个鼠疫的爆发，只是使得人开始想，哎，原来只是猪，那现在人也出问题了。但是你说死多少人等等之类的，这个是完全被封闭的，是消息完全闭锁的，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全都不知道。那个徐帅呢？他还能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他能有这个渠道，能跟人通电话，能知道。像我们就完全，那就只有等官方消息了。那中国的老百姓更多也是等官方消息。那具体有没有死人或者多少人感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引起的恐慌性可能更多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鼠疫特别致命的，是吧？曾经使欧洲死那么多人，是吧？在中国。那现在来说呢，可能是时代已经发展到这，可能你有办法解决或者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恐慌程度，我猜测的，我个人猜测，应该低于 SARS，因为 SARS 是完全未知性的，鼠疫它是个已知性的，已知性的东西能造成的恐慌程度会很低，未知性的造成的恐慌会很大，就是我认为的啊，人类行为学上来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呢，鼠疫这个事情啊。不是太热点，不是太热点，不是共产党，是完全是他封锁的原因，而是他特制造成的，因为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大家也知道好像有可以整治鼠疫的方法，但是如果说它大面积爆发，因为共产党那么脆弱的这个医疗体系，它是完全会被摧毁的，但是你说共产党政权会不会被他撼及呢？这可能性不大。因为，老百姓肯定不会把这个东西跟共产党的统治相结合，对吧？只是他处理方法可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热，这个话题不太热，真的，我就说到这，我下麦。好的，刚才两位嘉宾的第一人呢，谈到了目前鼠疫的一些情况，包括，李先生讲到了，就对共产党政权也不可能造成威胁。下面呢，我要补充的是这个鼠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就是本次鼠疫的一些情况。那么鼠疫呢，又叫黑死病，这是在中世纪14世纪在欧洲爆发了一次，很大的黑死病。这次黑死病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也称为淋巴腺鼠疫。主要是啮齿类动物的一种疾病，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到人身上。刚才那个李先生说这个吃黄鼠的肉，我听的好像是野兔的肉啊，生吃熟吃我不知道，反正中国人吃野生动物不是一个好习惯。SARS 当年好像老徐是吧，也是吃果子里的肉引起的，也是乱吃野生动物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差的习惯。这边的荷兰人是不乱吃野生动物的，是禁止吃的，都是吃饲养的动物。好，那么这个跳蚤呢，把这个老鼠身上的这个鼠疫杆菌就传到我们人身上了。那么有的人是免疫的，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卡斯特罗大桥》啊，大概1万个人之中呢，有1、2个人是免疫的，就是你不会被这种细菌所感染。但是这个细菌由于它的一个超强的传染性，它可以通过空气来传播。啊，所以在14世纪的时候，它造成了欧洲的人口损失达到1/3。当时欧洲人口是1.5亿，那么1/3就是多少呢？是5000万。所以欧洲当时因为黑死病的问题啊，导致很多的村落都灭绝了，这也引起了人的思考。啊，我们再跳过去谈今天，根据自由亚洲11月的20号的一个报道呢，谈到了本次鼠疫的一个情况。大致的情况跟徐先生说的是有点像，内蒙的两个人一路转诊过来啊，并且，这个报道又指出来，
目前的医学水平对付鼠疫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19世纪医学革命之后，弗莱明发明青霉素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之后，鼠疫是非常好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刚才两位兄台都提到了，两位先生都提到了，就是共产党目前的体制对待鼠疫的方式是还是那种老一套，是不是？封锁消息啊，然后来打击谣言，还是这一套东西。它的一种治理手段决定了它不是以消灭鼠疫、以拯救患者为目的，它是以控制政权为目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就必然不会从这种灾难或者这种教训中获取一些教训啊。那么我再读一篇这个14世纪黑死病最后的一个情况。这次黑死病导致了欧洲的5000万人死亡，有人称为上帝之鞭，好像徐先生做的一个节目也是讲的上帝之鞭。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给当时意大利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叫薄伽丘，带来了深刻影响。他给人他记录下这场人类的巨大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在14世纪中期耗时5年写了著名的一部小说《十日谈》，这本书成为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也成为后来文艺复兴的文学代表作。从此，人类的文学走上了反思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关于鼠疫的啊。那么，两位对这个鼠疫的补充有没有其他补充？我还有一则消息啊，我把它读完，就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疑似上海又有鼠疫了，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真假。我再说一下，就是疑似啊。上海瑞金医院有疑似传染病疫情发生，今晚8点去瑞金医院看病挂急诊，在医院底楼大厅挂号排队时，看见一群人蜂拥奔跑，说传染科有外地病人转院到上海，陪同的医生都穿着隔离服，传染科要封病房了。患者议论说自己在医院门口看到3辆昆山控疾中心的救护车和上海控疾中心的车辆，医生几乎全部穿防护服，这个是我昨天在推特上看的消息，疑似啊，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好，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段。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问的我关于刚才我读了一段文艺复兴大师薄伽丘的《十日谈》，作为一个反思黑死病的一个文学题材，包括后来欧洲走上了批判主义、反思主义的这种文学道路。请问两位，就是中国当下发生的这次鼠疫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社会能不能带来反思？谢谢，每人5分钟。先请徐先生。我觉得中国好像发生什么东西都跟这个国家的文化的进步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也进步不了，它总是在原地踏步。因为人们相信一些古老的、门楣的东西，在这个国家从来是都是主流，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不会因为一场疾病或者说一个事情能够撼动什么事儿。我刚才觉得比较恐怖的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你想，我们的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自由世界，但是毕竟还有大量的亲属他们在中国，当他们遭遇这种僵化的这种体制，开始这种反人类的体制在掩盖真相的时候，他所祸及到的人，那这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虽然知道这种病现在是很好治的，但是它毕竟有一个7天的潜伏期。一是潜伏期的问题，还有，哎，我这样吧，我把那个这个鼠疫的3种类型简单介绍一下。我在上一期当中也做过介绍，那也不复杂，但很简单，它就是主要就是分成3类，就是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这个腺鼠疫呢，它的潜伏期是2至6天，然后死亡率是30%到60%。然后肺鼠疫呢是那腺鼠疫呢是通过就是说直接咬、跳蚤咬或者是动物咬才能传染。所以它的威胁不是很高，但是肺鼠疫呢就比较高了。肺鼠疫呢是，通过与患者接触传染，传染性极高，它的潜伏期是1到4天，比那个腺鼠疫呢要快一些。如果不尽快治疗呢，死亡率是100%。就是这次这个北京发现的这2例都属于肺鼠疫，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肺鼠疫的更高一级的呢，那叫败血症鼠疫。那个潘先生，你刚才讲的中世纪的那个黑死病，黑死病就是败血症鼠疫。对对对，败血症鼠疫，败死血亡症，率特别高。它是就是当这个
杆菌啊侵入到血液的时候它产生的，然后蔓延到其他的器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的衰竭，所以它死的时候会很难看，死得很难看，就全身都是黑斑啊，所以它叫黑死病。黑死病，全身发黑，淋巴结肿大。对，所以说这个病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三类。刚才你讲到上海，我提到这个内蒙发生了一例，然后吉林发生了一例，可见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而且以那2003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如果说没有尽快的发现在潜伏期之内的，那潜伏期你也发现不了，等到一发现的时候又是这样一种状况，因为他死得太快了，他不像 SARS 还能维持个10天8天你才死，那个鼠疫一旦肺鼠疫的话他死亡的太快，所以说有时候也不能轻易这么看。至于其他方面一会儿想到什么再说吧，啊，转给李南飞吧。李先生能不能对徐先生所讲的进行补充，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制度能不能从这种灾难性的瘟疫中得到反思，你觉得呢？我觉得反思的可能性很小，极小，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呢它是一个拒绝反思的一种文化，你想想所有的文化都是说过去很好，祖上很阔啊，炎黄子孙什么之类的，他都是高大上啊，所以他不可能会反思，而且在文化上面是非常抵触反思这种东西，他仅仅如果是反思的话仅仅就是怎么说呢，大而化之，套话，然后说些空话，空洞即空洞，对吧？就像那个古代皇帝的这几招一样，写的都非常巧妙，对吧？你刚才说的那个中世纪的这种反思的话，我们可能要跟他差很多这个距离了，这个历史也差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个更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想到了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话，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上帝并没有拯救所有的人，就是说他只拯救的那一部分跟摩西走的，而且是摩西走的那一部分人当中的一部分人，啊，他只拯救这一部分。他更多的比如说他下降给这个埃及的瘟疫啊等等，当然只是说我们好像尽量少的说宗教，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宗教徒，但是我总觉得他有种关联。如果说他使得这个犹太人开始反思，那么他是给了很大的灾难的。像中国的话他灾难是会在不断，但是中国人会引起反思吗？我觉得不会，啊，更多的人会认为这个没有必然关联性，啊，我觉得他会有关联性，有因有果的，是吧？为什么他会在中国会很密集的发生这样的事？仅仅是人口吗？不是。就像我这段时间经常会看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四维空间呢，比如说一些量子力学的一些内容看的，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原来的话我觉得的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我见到就是事实，那更多慢慢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它都是在你看到之前它就已经存在，就是意识性的会影响这个世界。但我在一直在想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如果想受到这个真正得到了一种提升，一种反省，一种反思，是特别是对文化，因为你一直专制的肯定是有原因的嘛，那一直有灾难也是有原因的，你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疫情，甚至是不明不白的，是吧？你遭受统治那种，你本身生活在那种就是说难听点就是动物性的家畜型的这种生活状态之下，以国家的这种形式把你作为家畜，你像那个牧场上养了很多羊或者养了很多猪等等，或者养了很多动物，然后发生了瘟疫很正常，养鸡都知道那个鸡会得鸡瘟的，非常正常。但是自由世界的那个它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是你就是那个养鸡场的那个鸡，它最容易得出大面积直接瘟疫，整个场子全都那个什么。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正好就是跟这些牲畜是一样的，所以它会不断的在这里面承受这种灾难，知道吗？但中国人如果说
你如果从那个能反思的话，就不会是牲畜式的生活这种方式了。那中国人其实挺满足的。打个比方，我经常跟这个旅行团和一块接触，因为我的工作是这个，那我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其实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很正常。也许瘟疫或者是别的东西马上到他那里了，他那个时候哭天抢地，他依然还会去去抢食，是吧？就中国人抢食这种现象，到现在为止我看都是很多非常多。包括我们有时候带这个旅行团到那个餐厅里面，你就看到他，你就感觉那是牲畜的那种表现形式，知道吗？他不是人，是正常自由人的这种表现形式，完全不是，是吧？而你说是可以反思，反思是人类是已经超脱牲畜的这个境界的人，他才会产生的东西。而中国人，他的文化体系也好，等等也好，他不会接触到反思这种东西，他只会找别的问题，觉得这个都是别不应该的，这种都是他自己没有错，他文化没有错，他中国没有错，等等之类的，他一切错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像当初埃及一样，埃及杀死所有埃及人的头生儿，那没有什么嘛。第一个小孩他自己家每个家的头一个小孩都会被上帝赐死，但是埃及人并不会有反思。那瘟疫来了，蝗虫来了，等等之类很多事情来了，他埃及人也没有反思，是吧？直到那个追兵追摩西，追到那个红海，他也没有反思嘛。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他是一种警示，他已经在出现了，而且已经在预兆。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很多人都有反思了，他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了。现在我觉得还不够严重，还不够严重，还没到那个火候，应该有可能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才比较符合那种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这个历史发展线，对吧？当然我不能左右任何历史发展线，但是我总觉得它有一种奇异点，那个奇异点它发生爆发的时候就不可逆转。现在只是这个奇异点在发生之前，我们还可能想象中国发生的灾难，通过我们大脑在想，那么这个问题都还不严重。可怕的是什么？我们通过大脑想不到那个灾难有多可怕，那个时候，才是出埃及记里面爆发的真正的场景。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反思的可能性很小，他会通过一种形式，把那些牲畜一样生活的人。在地表上，通过某种形式，啊，合理的形式，我们看起来合理的形式，他们肯定会遭受非常大的灾难，这种可能性大，因为世界已经文明了，不可能那些不文明的地方它永远存在下去，这种可能性很小了，真的。我下面。好的，刚才李先生这段内容还是非常精彩。他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通过对他身边中国人的一个了解，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中国他不会进行反思，中国当下的这个共产党政府不会进行任何反思，并且他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处理瘟疫造成的后果。我想就是李先生的一些看法，我在这里呢读我自己写的一段推特，并给出一个比较精确的一段非常简短的提议。我这个推特是前两个星期写的，猪瘟与鼠疫。耶和华对若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世代中，只有你在我的面前是义人。”圣经创世纪7:1，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创世纪7:17，有一天，神问中国人：“你们在哪里？”如果说《金瓶梅》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那么《出埃及记》就是其他人类社会的缩影，就是一个反思历史的过程。在黑格尔写的《历史哲学》的前言序言部分，有这样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黑格尔说，人类的历史有三种历史：第一种历史是记录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的历史；第二种历史是哲学的历史，也就是思辨的历史；第三种历史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反省的历史。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我用耶稣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告诫是最好的。
太师时期，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关于属义的这部分话题。李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李先生，我其实怎么说呢，我一直在从我从中国逃出来，我就一直在想那片土地的话，他会经受什么东西，还会要遭遇什么东西，知道吧？往往我们会把这个会说所有的问题也许都是共产党，或者是仅仅是这种体制。如果仅仅是体制的话，很容易改变的，每一个朝代的变化都会去把体制把它优化。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它是每一个朝代的都是加固原来的这种专制体制，而中国人的话每一个都会维护这种东西，包括从家庭里面都这样。因为我接触很多，包括为什么我既然看很多老人很愚昧，但是我其实在想他那种东西他会被传承，就是中国这片土地上面，他其实不是说是共产党统治的这一段时间有饥荒啊，有瘟疫啊，有什么等等之类的，有大地震等等之类。我不是一个宗教徒，我没办法就非要用宗教徒的那种观念说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你不信上帝等等之类的，我没办法这样说，我觉得这样说它不理性。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具有一种关联性，它有一种因果性，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不好说。但我一直认为，你像为什么要非洲猪瘟会到中国来，难道是是我们安排的吗？是我们故意的吗？或者是那个什么 SARS， 还有鼠疫又来了，是吧？致死性很强，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病。我之前的时候听在网上有一种叫做英滋病，知道吗？就是有那个艾滋病，还有一种英滋病，它就查不出来艾滋病毒，但是呢，它体现出来的特征和艾滋病很像。在中国还有很多人，感染了这种病，结果呢，中国呢对他们进行是完全的把它摁住，让它不允许发生。然后呢，封锁消息。这个我也听说过，大人小孩都有，就是还好多人发给我贴，但是我不敢确认呢。因为我不是医务人员呢，我没有办法说这个就是还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人向我求助，我说对不起，真的我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我很同情你们啊，因为这个是会致命的，知道吗？但是在中国，好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会可能会忽然爆发，有很多东西会爆发，不只是这个或是那个。凡是我能想象到的东西它都不叫奇异点，它会爆发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没办法想象的。就打比方 SARS 在中国出现，哎，什么是 SARS 我们不知道，肺炎会致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没有药物可以，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它会集中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出现，是吧？你说是上帝的惩罚也可以，但是我总讲它有某种因果的之间的一种牵连，是吧？正是因为你这个人，你的人民，你的人，你的那些守着这种文化，这种深处型人文文化的这些人，知道中国所谓中国文化嘛，其实深处性的这种方式，知道做人上人，什么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知道等等的这些概念，从家庭里面的这些概念，知道家天下概念，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家天下？仍然是家天下，你没有任何进步性，也没有任何反思性，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下，这种社会，他打个比方，你刚才说那个，他就是吃果子梨，然后杀死了。那现在又吃那个什么什么，吃野生，我们不说吃野生不对，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中国人的这个打个比方，到外面去，到我们这里的啊，就特别到泰国这边。跟他说这个鱼是野生的，那他又很疯狂，那个这个，那他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你很难改变他，但他会改变很多东西，会发生很多事情，就不是意外了，知道吗？就像你那个烧红的铁很烫，你手摸到它就会被烫，它是直接关联，而中国人涉及的是一个间接性的，不如很隐喻的，你不容易直接拿到关联性，但是它一定有一种关联性。有种因果，但是现在中国人还不学会反思，没有办法学会那种复杂式的反思，甚至反思是假的，不是真反思。我相信那种灾难它不会走远，它还继续下去。你要叫这种东西能得到结果，我觉得没有结果。我只有看，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用处？我觉得什么用处也没有，
我倒不如还兴高兴起来，还不如好好看一看。我觉得这种东西，只有当它不停的发生，然后不可逆转，让他自己的脑子去想。你就像那个什么，你想要帮助一个笨蛋，变聪明，或者是学会教训，那是不可能的。他会恨你，他有可能会杀了你，是吧？你去帮助一个聪明人去纠正错误，他会感激你，是吧？那个笨蛋，你就要让他继续笨蛋下去，让他去走到那条死胡同里面，让他撞破南墙。他有可能有那个百分，或者是1%，甚至是1000分之1、1000000分之1的几率会想到自己的错。智者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难度很大的，真的。你说通过鼠疫来让中国人觉醒，这个可能性太小了。那58年到62年饿死那么多人也没觉醒。我的团里面有那个老人，你看他就是很穷逼、很苦逼的那个样子嘛。我说脏话了，不好意思。他这也好不容易，他穿的那个裤腰带，等等牛皮都快断了，穿的脏那个衣，那个鞋子、衣服等等之类的，还是他女婿，然后给他报了这个名，让他到泰国来玩，他一辈没有出来过，抓住我非要跟我说，我们那个毛主席好，毛主席是最好的，你看人家毛主席那老人家到死了什么财产都没有，是吧？那个多好，是吧？等等之类。我只有笑，我除了笑，我没有别的什么，你跟他根本就没有没什办么法特点。讲，不在一个频道上。No，不在一个频道。你千万不要打破他的美好的这种梦想，因为其实他除了这个虚幻的这个梦想，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他这一辈子都在那里面。他就你在那打个破了他之后，他一无所有，嗯。他一无所有，知道吗？你反而是很残忍，你没有帮他，反而不如让他继续做梦，因为他在那有个里面，他也许会更开心一点。像你中国找人。到他的存你可在以感、让他，依托感，你可以让他，对，你可以让他的灾难，你不是你经手的，不是我们谁做的，中国人的灾难不是我们当中我们三个人谁做的，他是自己会做的。那你他的这种灾难，你应该横眉冷眼的去看着他去经受这些灾难。李先生，请总他结，说OK，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真的真的，我只有看，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好的，徐先生有关这个鼠疫这段内容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你刚才提到那个中世纪的事情，实际上这我们得想一下，就是人类历史上总共发生了3次大范围的个，就是说天文数字的这个死亡的鼠疫的事件。这3次事件呢，只有1次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其他2次呢，主要的都在中国，尤其是第三次，直接就是在中国发生的。第二次呢是导致的明王朝的灭亡，灭亡，从中王立。所以我们是吧，是吧，隐喻一下啊，看，第三次呢是发生在云南，然后从云南传到香港，从香港传到美国，所以这个我就应该觉还有第四次，得，应你该还有第四次。想想，人类总共3次大的鼠疫的这种。恶性的这种死亡事件，居然有2次在中国。你就算是买彩票，你也不能这么高的中彩率吧，是吧？这是有问题的。那个事实上，这个鼠疫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呢，它也不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在非洲，这种小型的鼠疫呢，它是时有爆发的。据2017年的数据呢，在那个从2010年到2015年这5年时间呢，全世界总共发生了3248起鼠疫的确诊的病例，死亡是584人。我们都知道，是2017年的时候发生过马达加斯加的，所以，是应该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鼠疫。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是不是那个李南飞那个话题。好的，我们下面聊的呢，就是李先生，提到的自他难民的问题啊。我这边读一个背景材料，这是自由亚洲电台11月27号。发布的一个消息，自泰难民行件被指网上造谣，中国江苏公安跨国抓人。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6号，大致的情况呢，我把它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行件他是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自泰难民，他因为在网上揭露
江苏涟水县公安局的腐败，以及洗钱和这个可能是一些刑事案件它导致了对方的报复这个本星期上周呢就被江苏的这些公安跨国逮捕逮走了，现在他人是在他们这个中国警方手里。然后呢这个评论的最后呢，我是提到了，因为当时是这个对方记者是采访我，我说的是不少国家和政府担心接收中国难民会被中方报复，甚至联合国难民也得不到第三国的安置，我指的是中国大陆的移人士这里肯定跟中共的影响力有关包括行贿啊、蓝金黄啊，这些腐化是目前中共给全世界以及整个21世纪文明体系的一次冲击这个是上周邢健被抓的这个事件。那么跟邢健非常熟悉的就是咱们这边的李南飞先生他也是自台难民请李南飞先生谈一谈这个事件，谢谢。首先我和邢健不是特别熟，这样说话真不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说瞎话。我们并不说是特别熟，但我们见过几次，就在前一段时间，对，前段时间还在一块吃过饭，是确实见过，但是没想到然后忽然出现这个事，也就是说我并不知道他具体发生什么事，我只是通过别人的口述告诉我的内容，就是我不是现场经历等等之类的，这个必须要实话实说。然后我通过这个率中人跟我讲的这个事件呢，就是说他说的是这样的，就是江苏涟水的这个警察呢跟泰国的这个公安不是泰国警察一起呢到了他住的地方，然后呢把他给抓走了，而且把他的地方抄家了。那为什么怎么样抓到他呢？他说通过邢健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呢是用的，他说的也就不是我说的笔记本电脑呢有这个连了网线，而这网线是有 IP 的，是吧？通过这种方式把他抓到的，是吧？另外就是说，那我说为什么要抓他呢？他说呢，就是就率中人先生说的，就是因为他们毕竟住在一块嘛，那住在离得近嘛，而且平常他们经常都在一起，是吧？我只能从侧面知道。楼上楼下。我们就对，那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人很不喜欢。掺和中国人之间的事儿，是吧？我甚至他们没有人知道我住哪，是吧？我不跟他们就是在一块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是吧？而且太头痛了。你一旦进入到他们这个圈子，就可能会被拉进去吵架或者别的什么争吵之类的，挺麻烦的。中国的地方就有江湖啊。对对，这个江湖是我不喜欢，是吧？我不喜欢，所以我没有人，全泰国人。泰国所有的制裁难民没有人知道我住哪，是吧？我从来不往家领，是吧？或者是往家附近，我就觉得没必要，是吧？抓呢，他说是这样的，他在网上呢就是别人给了他资料，说是江苏涟水这个地方呢这个看守所整死人了。这个事件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比较深，所以他呢把他给揭露了。我说这个揭露了在哪儿呢？能不能我看一下这个揭露在哪儿？是他的这个推特号还是脸书号？我都看了，没有这个内容。那我就很奇怪，而且他的推特的话总共只有几百人吧，可能1000人吧，也就那样，就关注者比较少。关注比较少的这个情况吧，也对于我来说呢，我就觉得好像影响力也没那么大。他说呢，他有个网站，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网站是哪个网站，我就想确认一下。他就去，比如说你这个事，他曝光了之后呢，被邢健曝光，然后有上万的点击率啊等等之类的，会造成这个中国警方然后做这个事儿。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这个在想，抓他的原因是不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对吧？因为你这个关注度或者是造成的这个热点没有那么大，或者说是这件事不足以使得共产党跨国来抓，因为共产党在泰国抓人已经抓了好多次了，
不是抓一次两次，桂一林次台两也次就是小在泰国抓的，那是大型的。啊，这基本上我跟你讲，在泰国，因为泰国就基本上是中共或者中国的，基本上属于中国的这个后花园，是吧？他把这些人呢，包括这些难民呢，就养在这儿，也不形成，而且呢，让联合国呢把让这些人闭嘴。其实这个很容易办到。打个比方啊，我给联合国，你这个经费不够，我可以多给，我可以给哎，钱。是蓝金黄呀，这方面。但是我给钱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很暗示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中国人这些人，你就不用管他们死活，哪怕可以，就是给他们审批过，让他们拿到证，毕竟他们有被迫害的这个，证据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是吧？有这些证据，有这些这个历史，有这事实，那么你虽然可以那个什么，给他们这个联合国难民的身份，就像我6个月就拿上，是吧？我到一申请6个月拿上了，因为我确确实我因为我有抓捕我的这些东西我有，然后呢，但是你可以不安置，因为你联合国本身安置的那个是少，安置需要钱，钱从哪来？我给你钱，但是你可以安置其他人，这样的话，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话，他会是这样，那我拿着你这个钱，我可以多救几个难民，只是不是中国难民而已，那我还是在做好事，所以这个无可非议，知道吗？并不是件坏事。对于联合国难民署这个机构来说，他们在做好事，因为是仅仅是中国这帮喜欢吵的这些人，而且挺闹的，素质也挺差的这帮难民，你不用管他们，完了之后可以安置一些其他国家的难民，是吧？我说的是实啊，你我这个既然是这我种咱们这个节目困境，被其他的自态难民听到，他们可能要进攻脑里。那没事，出门的时候注意带个头盔。有很多人会攻击我。但是我从来不回应，因为我觉得回应的结果就是吵架，有什么用呢？不起到任何作用，对吧？为什么要回应他们？也有谤议或者诽议我的，也有，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吧？很正常，每个人长着他自己的脑子，而且特殊的环境会造出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吧？这个环境呢非常危险，是吧？而且呢，所有的制裁难民呢，他都活得非常清苦，非常苦，知道？那么又苦又穷又危险，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说，你看，穷呢能生恶，饥呢，啊能生贪。你是很饥饿，你肯定很贪，是吧？你多吃点，多打一点桩，是吧？会像野兽一样去抢食，是吧？那危险会生什么呢？危会生狂。你就很危险的情况，人会变得发狂。这种情况，你在这不理性，完了之后加进去，那混战多了，那骂架，恰恰这些人现在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病的这个状态的话，它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被共产党造成的。你到泰国，这种威胁并没有被共产，并没有解除嘛，是吧？而且变得更厉害了嘛，更狠了嘛，他会过一段时间还消失两个，他也可以给你干掉两个。这都可以办到，他共产党可以办到，或者说中国政府他可以办到，而且泰国和中国他有很良好的关系啊，有很好的渠道，那比香港那容易多了。香港他你对，看比引香港容易。完了之后，几百万人上街了，泰国你抓两个人就像死条狗一样，没什么区别，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我说这个道理你能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是吧？比那个在中国生的那些牲畜型人的生活还要差，还要可怕。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求别人跟你理性呢？你自己只能要求自己理性。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不要回嘴，让他骂，因为有什么用呢？你并不能证明自己无罪，我们都有罪，你不能证明自己无罪，是吧？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也是有罪，大家都有罪。他能不能认罪，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认识到我自己有罪。就这么简单，那么他骂就让他骂两下，又能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因为我觉得这些所有承受的东西都是自己应该承受的，是因为自己有罪，自己并不干净，自己的罪还没赎清，那么肯定会在这里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还要接受那些危险，甚至也有可能会被抓回去。抓回去也是其中的一个过程，一个环节，很正常，是吧？也有可能会死在这。但是谁叫你是一个中国人呢？谁叫你曾经是也是以中国人的方式，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对吧？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我只觉得很可怜。就比如说邢健先生，他很年轻啊，对吧？然后我见了几次，他话不多。这一次忽然被抓了，我很意外。他说是因为这个网上揭露这个，但是我一直没找到这个网站，他到底在哪一个知名网站上，然后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我个也事件。找了，也没找到。我觉得那你他看，你跟我人是一样的。另有隐情，我觉得也是另有没隐有，你看，你跟我也是有同样的，因为我的话需要一个理性思考，需要一个逻辑来堆砌这个东西。我少帅中人跟我先生跟我讲的这些话题，这些内容呢，我只能把它想象成就是他想象的。他想象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也不能获得证实，我也不能获得证实。但是我仅仅是通过逻辑认为这个好像不太对。啊，你要是仅仅是因为这，那要造成很大的热点。你这不是热点，说难听点，连我的粉丝量都比你这超好多倍嘛，是吧？包括我还没找到你那个写的帖子，上面有很多关注度、很多点击量、很多那个转让量的，没有这种东西。那你怎么能确定江苏的这个警察就要花大价钱，好多警察，然后说难听，机票要钱呢，那对六吧？个人来回机票也是一笔大钱，具体是不是6个人？你怎么确定那的？我也你不告诉清我，楚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吧？是应该是一个另有隐情的事情，但至于什么隐情，只有邢岩自己知道。对，我们当然会被别人说是，那你这属于是帮共匪了，你这故意这样，那人家邢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什么样？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这么想，没事儿。但是我觉得他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么点这个观点啊，因为邢健这事我没办法查证，我是个没有身份的人。我那个难民卡，只连麻将卡都不如，说难听点，那会这个不也知是道吗？跟目这前么严重的，吗？我先补就像充一下，我想查张健的事，但是我真的查不下去了，人很多人威胁我知道，因为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年这个六四30周年之后，流亡法国的张健先生，最后在泰国见的一个人就是李亚飞先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遗憾，就。有张很健多和很李多，元英对的吧？我这个，只能说很多，但我不在不这是今里天我们提要这个，讲，我也不今想天我说，们今天要讲，我绝不讲这些事，徐先生，你是不是对这个自贪难民的这个危险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哎呀，这个对泰国的事情我真的是不了解了，但是我就知道，原来有几个就是属于这种长期在国内的硬骨头，然后都跑泰国去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理解，我觉得泰国你们怎么敢去呢？因为我是对这个整个亚洲地区，我是充满了不信任，是吧？所以说，能对我来讲，走得越远越好，必须是英美。如果英美去不了，或者是那个，那再次一点，英语国家就行。英语国家再去不了，那可能我也选西班牙啊，或者像这类的拉丁裔的，因为它毕竟都是被文明洗礼过的。你让我往泰国去跑，那我不会往那去的。所以那个。原来跟那个向丽也很熟啊，不是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啊，因为是谈共和党的事情，我跟他闹翻了吧，他把我拉黑了是吧？那个向丽就是在泰国反正遭受了一点酷刑嘛，应该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其他的，哎，好像那个华勇也是在华勇刚刚去泰国，今年刚刚泰去，国，我还认识好几个人，然后不方便说他们名字啊。提着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到了美国之后，基本上就是主动的就跟这些华人圈子逐渐的都脱离了这种来往。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我身边的这个华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说，过一种清近的生活吧。这个说的是有点高雅的，其实就是首先你自己要脱脂，你的思想上要脱脂，啊，你要跟华语世界、华人圈、唐人圈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其实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挺难的，因为你的文化价值取向跟原来的华人是有区别但是讲这些跟这话题无关了，因为这个还是得李南飞熟悉情况啊，应该还是他来。你拥有没有对这个自贪难民的现状以及展望？或者说未来有什么好的看法或者建议之类？我刚才其实讲的我还是，因为这样的话会说太长了，我们把节目可以做短一点。那是呢，确确实实就是通过那么多人被在这里被抓，我认为呢。第一件事啊，有很多人到这里，当然我
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真难民，谁是假难民，不好分辨，非常不好分辨，知道？而且你还不能说，因为你可能得罪人，知道？因为可能别人跟你骂起来，或者是吵起来，知道？你怎么样去怀疑人家真的假的，这些东西都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啊，有好多人到泰国来，他是逼不得已，就像我，我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逃，我没有护照，不给我办护照，我只有偷渡，偷渡能最远的地方只能跑到这里了。我再往后面跑没有任何意义，而在这里还能生活下去，知道？那再到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了，知道？你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其他地方都是危险的，知道？而在这里的话，有一个，这么有几个特点：第一，共产党在泰国拿人回去，其实是风险很低，而且非常容易，他们经常会这么干，知道？因为比至少比香港人容易多了。你想从香港把桂明海抓回去，我估计都不容易，对吧？你像香港把邢健抓回去也好像没那么容易，但是泰国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是吧？这值得关注，应该是大家可以声援帮帮他。是邢健小伙子，我觉得我虽然话不多，我们俩不是太熟啊，但是他是联合国正式难民，是吧？至少你应该从人权上面去声援他，能帮帮他，不要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面，是吧？再加上我们这些还有其他的人呢，唇亡齿寒嘛，是不是道理？但是你在整个泰国来说，我跟你讲，泰国政府并不喜欢中国难民。当然，我也不太喜欢中国难民，我自己是中国难民。泰国政府其实不喜欢中国难民的，因为什么呀？这人太吵了，太闹了，太那，我也不想跟普通中国人其实没多大区别，真没，这个我们没今多天大区别。不谈这个问题，啊，对对就我们，OK。下次节目再讲。对，泰国人也不喜欢。泰国人很多普通泰国人，我跟很多人交流过，然后想办法翻译啊，等交流过。泰国人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政治难民，大家会理解你的，觉得哦这样，同情你。但泰国人会觉得你他妈是吃饱撑着吧？你们中国那么有钱，跑出来干嘛？懂了没有？就像大家，比方像我那个，像很多人家里面有异议人士，你妻子会跟你说，别人都行，为什么你不行？这个我们别都人都能够发财，你的，对，为什么你不行？就是相当于这别种，人过你知不道？能过，你就你这个人是刺头要跳出来，对，都碰到了，对呀，对，所有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而其他的人都没问题，而我们的眼光里面最后发现全世界都有问题了，那最后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没问题，其实这样想来好像是我们就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泰国太危险了，如果可以的话帮帮他们，因为很多人是无路可走到这里的。如果有路可走，早就走了，干嘛要在这待着？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也不用想太多，我觉得复杂不了。而且泰国人这些人啊，你可以很多人有对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包括我说那么严重的话说给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对，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说对，而是他们是合理，是正常的。如果把你放在这里，你比他们还惨，你比他们还疯，你比他们还要不像人，知道吗？因为这种环境，这不是开玩笑的，知道吗？我需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维持理性。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做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疯了，我见过很多人都疯了，真正疯了。我说那个话都能让你毛骨悚然，是吧？我可以把他们的那个故事，看不那到个希亲望，身看经不到历看希到望，的，就让是叫说给你听，进退两难的这把种你感身上的觉，看不到所希有望。的希望，对，都给你打掉。你会感到绝望，什么叫绝望？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说给你们听，让你感到什么叫今天绝望，我而们且这是次那就种不谈迷了，茫因为的时绝望。间的关系，哎，下一次我们请李先生做一个专辑，就专门谈自残难民那些有的是受不了打击，他是怎么绝望的，我们有空再谈吧。因为今天的这个节目也差不多了，对，好，请对两的，位。好，我建议李先生能够写出来一篇完整的稿子，然后咱们给他做一个专题，哎。讲一些认识的人，一些小故事，哎，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啊，中间有一个间隔，所以待会儿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是要进行一个拼接的，可能有的地方不是非常的连贯啊，请大家见谅。哎，再次感谢。哎，李兄有什么要补充的？我有一点点，就是刚才他跟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我不想做，而是这件事只要做就会得罪人，因为你描述的那些人，你都认识的那些人，目他们的前那些你行为，你是说没了，法做，你的位置是没他法不做。会愿意你说的，知道吗？他不愿意你说他是疯了，知道吗？
只有你现在到第三国去能够成功的落地，估计你才可以写这种这样的文章。现在是没法写。这个的话会引起很大的纷争，但我知道这都是事实，这真的是有明白这样的现象，希望理解。不是我不愿意说，不是我卖关子，是真没办法。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有一点点良心，有点人性，还有对人权的那种追求，就帮帮他们，真的很是，我们要为他们呼吁，为他们祝福。我呢是有个体会的，我呢是在荷兰申报的政治难民，而且我4个月就拿到了难民身份。当我说我在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时候啊，他们都非常的敬佩我，因为欧洲人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单单的泰国的问题，就是整个东方专制主义，整个亚夏文化，它是人类文化的短板。对，这是我的看法啊。那个徐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没了。好的，感谢各位推友、管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本期《三国演义》到此结束啊。我们下个月再见，每个月一次。请两位大师来跟我判若论道，谢谢各位观看，我们下次建见。议你下次不要把灯光直接对着脸打啊，太白了。啊，我这个是不是太亮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小盲点一样啊。好，各位朋友再见，再见。你先跟大家说一下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